大家好，我是圆圆。这一次的活动真的蛮特别的。Hello everybody, welcome to Lucas Engstrom's interview series. 我叫圆圆，全名就是冯维圆。我的法文名字是 François。我很喜欢学语言，学中文，还有很喜欢运动。我发现中文真的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语言，所以我很认真学。所以我觉得用 YouTube 讲中文也是一个很棒可以练习中文的机会。去探险台湾，去很多新的地方玩。这次跟我一起爬山的朋友都很专业，常常爬山，常常露营。所以让我觉得很安心。运动的影片还有关于文化差别，可能大家知道我喜欢运动，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我在法国有练功夫其实超过十年，还有乒乓球。我来台湾说真的是意外，我是来台湾看法国好朋友，然后我发现我真的爱住在台湾的生活，台湾的天气，台湾的风景，台湾的食物，台湾人的看待。我最后决定要来台湾试试看一个新的生活的经验。天气还有方便，一整年可以穿短裤还有蓝白拖，就是很轻松的感觉。我觉得我住在台湾，我常常跟朋友说就算我来台湾工作，但是我每一天还是感觉到我在度假。法国可能生活比较单调一点，然后天气，法国巴黎比较冷，比较会下雨。可能薪水的差别，我第一次来台湾，我真的感觉到全部很便宜。餐厅、Seven 的东西、逛夜市，我真的觉得全部都很便宜。如果跟法国来比较的话，我会觉得价钱便宜很多。你可以每一天在餐厅吃晚餐，法国没办法，法国比较贵。关于观光客，可能台湾没有那么习惯很多观光客来台湾，所以有一些地方我觉得可以做更好。比如说台湾海边很棒，但是海边没有那些餐厅，那些让你觉得很舒服的。如果要看我的其中一个影片，应该可以看我第一个变比较有名一点的影片，就是外国人为什么喜欢台湾。我拍一个，我想解释一些台湾的特色，让外国人觉得住在台湾很开心。它叫外国人为什么喜欢台湾。我几年前跟朋友离开台北，坐巴士一直到阿里山，然后半夜到阿里山开始爬山，然后爬山的时候就是全黑，我们用手机的手电筒，然后感觉到你真的在一个很神秘的地方。然后可能五点六点开始有越来越多人，然后大家一起看日出，然后可以看到云海，我觉得是一个很棒很特别的经验。最好的文化，法国欧洲的文化很丰富，但是我自己可能因为我住在台湾，因为喜欢学中文，所以对台湾的文化比较有兴趣。公共交通台湾，因为法国的捷运真的很脏。新人的咳嗽，法国 allez la France。 人台湾，法国人没有很礼貌，没有很亲切。首都台北，巴黎也不错，但是喜欢台北。经典台湾，因为其实法国我觉得有一点点可惜的是，我是学生的时候才离开法国，所以我没有真的探险过法国，所以我比较熟台湾。台湾菜、法国菜。台湾，我不知道法国菜，不用问我，我不知道。你如果问我法国的菜，我会说意大利面。天气，天气，台湾，台湾天气真的太好了，越热越好。工作机会，我不知道，两个吧。
安全，台湾安全第一。女生。无话可说。我觉得我没有希望我现在知道的东西。我觉得我很喜欢我来台湾的过程，我觉得都很开心。有一些我不知道的东西，然后我是慢慢的学习，我觉得这样很棒，所以对我就是我觉得更好。法国没有好莱坞那么浪漫、那么漂亮、那么好看的样子，法国比较危险一点。如果台湾朋友要来法国，应该要注意安全。你的环境有没有奇怪的人？有没有跟着你的人？有没有一些不应该有的东西？要注意安全，因为台湾比较安全，所以我觉得台湾人真的要小心一点这个方面。新人可颂，我真的喜欢新人的可颂。可颂有很多种，然后一般的原味的可颂已经不错，但是新人的可颂是一个非常非常好吃的东西。然后台湾很可惜，我已经去了台北好几个面包店的新人的可颂都不一样，很多粉丝都跟我说哦，你有没有试试看这个。我觉得我现在已经要放弃，没有那么好吃的。所以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会想带巴黎最好吃的新人可颂带来台湾。我会想继续拍文化差别的影片，还有我真的想开始拍一些比较疯狂一点的运动的影片，比如说爬山、爬玉山，还是可能有用那个日月潭的每一年的比赛之类的一些，就是我自己会享受新的经验的影片，请大家来看看我的影片。如果不是拍影片的话，我会花很多时间学中文。我现在看中文书，看中文书真的要花很多时间。我看书的速度不是台湾的那么快，我可能要看一本书，需要一两个月才可以看完，所以要花很多时间。还有运动，我很喜欢跑步、骑脚踏车。很多人觉得法国人不洗澡，不对哦。不对啊，法国人洗澡啊，我们很干净，真的。我觉得拍影片的最大的好处，只是透过拍影片会强迫自己每一个周末一定要出去玩，一定要探险台湾新的地方。因为我是努力固定一个礼拜拍一个影片，所以我不可以懒惰，每一个周末一定要去拍片。世界上最好的室友是谁？世界上最好的室友是这个人，卢卡斯。好，圆圆，谢谢你来参加这个影片。如果有一些还没订阅你的频道的人看这个影片，你想对他们说什么？大家欢迎来看看我的频道，我的影片，我很帅。